20天呢就要闪电订婚了。那么大家都很好奇，到底两个认识的过程如何？据了解，其实相识就是在上个月底呢，安以轩的生日 party。不过这里面真正居中穿针引线的呢，其实这个正牌红娘是她的好姐妹吴佩慈。那么其实吴佩慈她已经深耕大陆市场很多年了，老早就跟汪小菲已经认识，日前还曾经在她的微博上面放了她男友跟汪小菲的合照呢。但是当大小恋呢爆发之后，赶快删掉这个照片呢，也令人呢非常的好奇。那么感情向来很甜蜜的她，也希望她的好姐妹大 S 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对象，才会在安以轩的庆生派对上面积极来敲边鼓，促成两人来电。吴佩慈到目前呢，对于所谓的大小恋，她是三缄其口，表示呢没有办法代表回答，但姐妹的幸福就是大家的幸福。